挑战最强人体点歌本，谁能一眼看穿经典 MV？ 不会啊，用篮球做主题的 MV 有中的，真的少到那个人自己还不知道是吗？哎，这首歌就是我难过。哇，神曲，然后是给一个 F。我难过，你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不好听啊！不要是王仁甫中间那个。仁甫哥，这口气你吞得下去？什么？唱什么？好，来，好，真甜。美酒加咖啡。哦。苦酒啊，苦酒。你们就没有办法想那种一口气可以唱出，比如说二十首，那你们就赢定了。我随便示范。酒。王仁甫所带领的白日梦冒险王，冒险会有真甜呢？对啊，不，他是算是来助阵的，主持群吗？助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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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阵。这个助阵有用吗？你要找那个真正悍将嘛？哦，真的，哎，他很悍呢，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悍呢，哎，他悍呢，这是庙会女神呢，粉丝多少啊？真的，真甜，真甜，真甜，不要走，真甜，不要走，不要停，不要停，好好好，没有停，哎，为什么已经又变另外一个？赶快点了，脱岗了。啊，旁边还有新朋友，这个叫雷米，介绍一下，雷米，雷米跟诗诗啊，对，雷米诗诗，哎，你好，你好，雷米是哪一国家？法国人，法国 ，French， 呀，什么 ？How about your Chinese language？ 哎 ，How about your Chinese language？ 你讲什么？法文呐？不是，法文。我要跟他介绍一下，他不是美国人，是，他是在台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哦，所以他很重，所以他的中文讲中文，对，很好。而且他的台语是他的强项。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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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马吉弟弟一样，买通啊那些有啦。不，我一跳舞啦，所以还有诗诗啊，也是新朋友啊。对，是从哪边？啊，他从那个是南港，他从南港，是是，也算是港星啦，港星，港星，港星来的，真的，人家说你拿了一个卷轴，你是干嘛？写了一个诗啊？发了个人的专辑啊？我有哎，秀出来我们看一下，叫什么？叫什么？我的个人专辑叫《妈走雷快》。Hello， 那么难写，看得懂吗？就这几个字，你还要告诉我们这个是妈哦？错。你当我们是法国人呐、啊？我怕贤哥又不小心把它念错了。妈，好好加油啦，好不好？来，今天哦，杨志毅先生从大连的，哎，白日梦冒险王，什么时候播呢？每周四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只有一个小时哦。还有大根，大根。永维，永维，永维最适合冒险王了，身材又好，对，而且又单眼皮，对。永维是篮球员，所以在我们节目里面只要有跑的，他都最强。而且我们节目完全没有出现过篮球哦，所以他现在还派不上用场。不会的，对啊，哎，他好了，慢等好不好？我们节目里面难道有出现过庙会吗？也没有。就他才第一次来嘛，对呀、啊、对呀、啊，慧文也在里面了、啊。哦，没有没有，我是来助阵的。你等一下，等你说哦，没有没有，是撇得很轻的意思。对啊，你是不喜欢本来是小甜甜啦、啊，后来发现换邱慧文会好一点，画面好嘛、啊，好好加油！今天我们这个比赛相当之精彩，马上去看看我们的 MV 侦查题。三道门后分别推出线索，猜猜这是哪首 MV？ 猜抢答机制。嗯，好的。那么两次会特别注意了，在前面有一只这个喇叭，喇叭的喇叭，大喇叭。这个喇叭就是有没有看足球专业？看棒球，棒球也是。但现在足球已经不准用这个了啊！哎，因为突然间踢到门前，他听到哦，中场了，还没啦，太少了。就跟你 NBA 以前还有人带哨子，进去多了，哨子兵，哎哎，怎么？到底是不好意思，谁抄大哥
继续去看。所以你们要抢，你们要抢这一场，但是不能故意把那个弄倒。对，现在我看我们都加这个安全的了，因为是有人造成很多伤亡。所以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这 MV 的提示是这样，出来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跟这一次 MV 有关。对，总共有三个提示，就对。对对对对，那你们看完之后有答案就冲出来抢喇叭，有感觉就冲了。第一题，请出提示。有感觉就冲了，哎呦，唔知哦。第二个，哎呦，哎呦，笑笑。要干什么？还没有。哦，啊，看前面，不能看，你看前面，干什么？不能提示，不能提示。毁掉了。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没关系，我们同队可以。不行不行，用假装在修喇叭。请作答。沧海一声。哦，我们的。我知道了。不急了，不急了。这个时候就是你们要慢慢出来答了，慢慢抢没答中嘛，对不对？我们的嘛。答题权给你们，由我们来挑选的。雷米，来，请就。怎么可以？雷米，对啊，雷米，雷米啊！哎哎，雷米，雷米，来，等一等，停，雷米知道吗？逸翔。原来你是一个这么不敬业的艺人，这个大家没有答出来之前，你从头到尾都要继续做动作了。对啊，奇怪。开始。啊！一想一想，你会穿这样卖什么？美女，美女加油 ！You are the best。什么答案？应该是周杰伦的《公公偏头痛》。好，你再好，确定吗？确定，不是鬼新娘吗？正解是什么？来，线索二的小字就是场中的小圆台。线索一则是扮演公公的台志远，手上拿的就是佛尘啦。最后就是这首歌的招牌动作喽。哦，公公偏头痛，竟然让恭喜人五福队现在1-0，厉害了，法国队得一分。好，对，法国队。对哦，厉害哦，所以你千万别急哦，不要急，有答案在抢哦，抢中了的话，你答不出来就轮到人家慢慢舒服的答。第二道题目，请出题，来，来哦，提示哦，看腰，鱼的歌有什么跟鱼有关系的？这个我竟然就知道，这个金鱼就有答案啦，有了吗？慢一点，第三个先别给他看，第三个来喽。人府，来来，王仁甫先生，他先抢到了，他先摸到的。来，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好了，啊，我在想歌，脾气太高，我有发现，唱不太高。老师给他一个 F 就可以 ，F。就可以这样。已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爱拨动我心绞？绕场。爱你是困难难熬，今夜的你感到也难了。衣服太宽了。出来而已，身材真好，他是病人呢，对啊，怎么这样？病人也有享受的资格啊，想太久了，权利啊，他们歌名想太久了，我知道，想太久了，心不了情，恭喜谁的万芳，好，没有，男主角是谁？刘青，哎，我们不认识朱青云，朱青云，不，你说刘青云也算对，那说王董也对，王董是谁？他是王董，对，好吧，女主角是谁？
女主角是那个袁咏仪。袁咏仪，这个不可能，对面当中吹萨克斯风那一段。可是那鱼是什么呢？对，有他当中有一段有一幕。好，我给你看 MV， 你就知道。有吗？有吗？有的。来，进副歌的第一个画面就能看到金鱼啦。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何来拨动我心跳？爱线索二。萨克斯风马上就要出现喽，画面相当短，千万别眨眼。而山猪推着窒息出来的经典画面就是这一幕啦，是不是很有 feel 啊？好的，加油啊！加油！越来越难了。这个我们都很年轻，这首歌只有老一辈的人会知道。成功偏头痛，我们也答对了。我跟你讲，你所谓的老一点这一句话我就不对了。很多歌叫做隽永，隽永能够留得下来。好，比如说有一首歌《外婆的澎湖湾》，这算老歌吧？是是是。但是为什么人家能够传颂到 classic？ 因为它叫 classic， 对，经典，对不对？听了那么多年的钢琴，到最后你还是在听《少女的祈祷》啊，是不是这样？到垃圾也要对啊。第三题，好吧？第三题好。哎，你看这个摄影棚里面多舒服，真的。所以我愿意出外景去做节目，就是一件功德，真的。自古文人相亲，同行相济，错。只要能够及时，大家愿意为这个艺能界努力，对啊，都是好成绩。是真的耶，大家就是一盘散沙。五六不能亡，既然全员到齐了，我会啊！这首歌就是《我难过》，现场来唱一下。老师给一个 F。我难过，是没了。不是，我难过，你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的梦被打碎。今天复合，复合，你就不能这样，不能。还猜，莫名其妙。看我们提示哦，注意哦，来喽 ，Go！ 烦了，哦，这太难了，来哟。好，离开，离开，离开，只能由一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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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就有答案，这样有了。虽然这个人跟男主角不太像，对不起，任何的 talking 都必须是老师瓜牛与黄鹂鸟。今天我答案在脑海里，这个人出现在这里，他的动作是在模仿 MV。答案我来说给大家听，这根大根你不要乱说，讲了那么多也没讲到主题，你的答案是太笼统呀，想要这音乐来帮助你。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个歌手他叫吴克群。你现在问我这首歌你歌名，这首歌你歌名叫做没关系。我要说声谢谢你。好的，2-1，二比二，答对，对对对，太难了，太高了吧？我还想知道，还有押韵，第三个我给你看一下，看一下啦，可以拉回去了。会着凉了，王董。人家客群为了 MV 哦，把那个什么 muscle， 他练到这个比例各方面，我把它练成一块。王董，你那个，你今天既然就已经全裸出来，好吧？能不能为我们表演一首那个乐队老师呢？哒哒哒啦啦啦啦，好，来，请起舞，现场有宾馆跟烟皮舞。Come on.
血管疾病的不要看了，不要看了。生效了，欢迎重看，欢迎重看。你要重看，神经病嘛？那我按呢？哎，谁敢再按呐？来来，一起来看看郑杰。看完双眼的山猪，赶快来看吴克群养眼的霸气吧！招牌的手枪动作，一翔诠释的相当好呢。最后就是吴克群身上穿的黑色吊嘎喽。对呀、啊、对呀、啊，他这一首在香港也有发行，有吗？哎，对，但香港那歌名是不一样，是哦，叫做什么嘞？台湾是没关系，香港是没关系。没关系。对。大家好啊，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没关系》。那这个应该是你的歌吧？是你唱的吧？对啊，对啊，你是你的主题曲。没关系了。到2015年才全部没关系。哎呦，恭喜你！恭喜你！再来就习惯了。是是是是。关系打久了就习惯了。好好准备了，一边出题。第一关。这题很重要哦。黑色手套。Michael 的歌吗？不是啊。接下来要看《飞越黄河》第二题喽。骑摩托车。双截棍。双截棍。铁锅一丁。该不会是我？哎，是双截棍吗？我不会骑摩托车啊。用黑色手套。没有第三个。接下来看第三题。不敢出去。我不能停哦，不能停哦，不能再轻点，轻点，不能停哦，现在就不用领钱了。好，不久一点。这个好像什么东西？是那个好好想一下，去给老表，去给老表想一下，还是我们先把喇叭修好？是，不用不用不用，你不能再想，不能再想了。好，歌名罗志祥，歌手，对，好，一枝独秀。哦，一枝独秀，一枝独秀，他有拿一枝独秀手套吗？好。所以手套日光灯管，可是长得不像哎。哦，哎呀，吴克群刚刚也不像啊。好 ，OK， 那么能不能用那个罗志祥的舞蹈动作，然后被抓？加油！开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会变我抓，我来变我变被抓，咱们抓就变好。是的，来我这么抓，来玩各种抓，把自己夹不带，不敢会，把我抓了，别两个抓来试试。对了，进去进去。鼓励一下，所以是一枝独秀罗志祥哦，一枝独秀的风雷雷，答对啦！看一下正解 MV， 手套与工业风装饰的灯管，这些线索不容易看出呢。最重要的就是这支独门舞步啦，厉害！喂，现在2-2哦，哎呦，平手啊！好，来来，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这题非常难哦，请注意啦，我会啊。很危险哦，你很冒险。我提，你提，来，你来，派一位。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有关的啦。那我让你球 ，OK， 一起打嘛，好不好？篮球，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默契有到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就是一对了。好，不可能，一二三，我刚才乱想的，一颗篮球，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没那么简单。篮球。用篮球做主题的 MV 多如牛毛，怎么可能？如过江之鲫，是不是、啊？你要刚刚挑中，而且用可是用篮球做主题的 MV 有中的真的很少，对，而且这个大有红的是真的很少，不，而且是少到那个人自己还不知道我们在讲这首歌。还有一首歌叫《斗牛》，你有听过吗？斗牛要不要？那这那首歌对呀，那这 MV 我是那个导演呢？啊，导演，怎么面对我？不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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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只抓那一千个就别难过说你这方面对我不抓不抓不抓我我只抓那一千个就别难过台词都不记得好什么歌这一首歌是已经过去式的团体哦，已经过世的过世的团体，不再复合的团体，不会再复合的团体，所以也是等于是过期的团体，已经等于是过去的团体。关主唱错歌，惹怒宪哥啦！还是一双球鞋，车站，停好。
认同。对。过去式的团体哦，已经过世了，过世了，过世的团体，不再复合的团体，不会再复合的团体，所以也是等于是过气的团体，已经等于是过气的团体，所以这个歌叫做不是哎篮球嘛，我们在砸打，我们在这边录影，我们在打，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刚听到不会复合，是是，你不要那么敏感啦，对，什么歌？这首歌就是我难过哦 ，MVP 情人的 MV， 怎么有可能一颗篮球？我难过，只有这首了啦。对，那不就是你的歌吗？唱没有感觉啊？那个 MV 太厉害了吧？看到篮球，篮球 MV 情人梦，你们都有演吗？我们都有演，对对。我难过这个歌还真好听，真好听。就川兄老师的作品，现场来唱一下。老师给一个 F。我难过，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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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首，哎哎，不是这首，难过是忘记，放弃你，放弃啊，放弃的我。一起来，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起啊，你主唱，我帮你合唱，会谁先来？对，也会，当然，神曲重现。你的墓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以为是从前，你却说你更不愉快，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是吗？你是模仿谁？你拿着出来，你就不能这样吗？你就不能还在？大家好，我们是5566。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了，放弃的梦被打碎。今天复合。可爱了，有怀念的啊！你是谁啊？你是人？我是人。我你是木哥，这口气你吞得下去吗？等一下，他在讽刺你。他是王仁甫中间那一位。对对对，他是王仁甫。蛮像的，蛮像的。你不要这样放弃自己。我想这个 MV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最经典的就是搭配戏剧 MVP 情人的主题曲，有种回到当年边打篮球边谈恋爱的感觉呢。也是我们三立的一份子嘛，是是是，对不对？在当年这个都是，对对对对，没错。今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没有关系的啊，对不对？地球是圆的嘛，篮球是圆的，胜负未定，对不对？对。那人生日是路漫漫，我们这个修度为定，是山水相逢嘛，修度为定。怎么会讲到这里去了呢？是是是，还有一题，哎，你不要被他们扳回这一题，就好好好，我们加油，哎，太厉害，一个篮球就知道了。人甫，人甫，人甫，是。你认不认识有一个叫专门做庙会的叫真田，有没有？有有有啊！哎，你还在啊？我刚刚一直要猜，可是真的很难。没关系，你就冲出去就猜了。对，哎，真田猜就对了。你认不认识有一个新人朋友叫诗诗的？好像有，在这里，在这里。哎，你看到？难赶路，他看他从难赶路。好，要讲话哦。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来。刚才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邱慧文的新人？邱慧文，对对对，陈汉典很熟啊，知道啊。我注意啊，有一个叫有为的，不要乱关系到慧文，对，因为关系慧文是有人在造的，汉典会负责的，对哦。汉典会去照顾他，所以你看了、啊、这蓦然一回首，伊人已在灯火阑珊处。真的，把他的人啊，我跟你讲，那多如还有领号码牌的啊，多如狗毛啊。对啊，所以狗毛比牛毛少一点。不能再说多如牛毛嘛，一集里面同个成语不能讲两次，重复不能重复嘛，对不对？请看最后一题，哎，第一关，摩擦摩擦，从前有可能摩擦摩擦。球鞋，这个一定没有答案的。第二个，还是一双球鞋。车站，顶好市场，顶好市场，站牌，球鞋的顶好市场，球鞋，车站，顶好市
提示。我跟你讲，帮他们收个音，如果没有出声音，我们是不认同的。对，预备，带麦，来来来，七。加动作，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要从啊那里唱，因为那一段没有歌词。不会吗？好了，恭喜答对，一起来看看 MV， 好吧？来，就算中山东路塔一百遍，你可能也没发现脚上穿的是白布鞋。你我的点点，看着车水马龙，线索二就藏在其中啦。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恭喜答对，现在变成4-2。好，加油啊！这个再接再厉，对啊，好吧。那么胜不骄，败不馁。我们这边还有机会，下一关更可怕。刚这关已经是1-0了，是下一关代表的是60分的一个比赛。马上来看看，看到什么，唱什么。第一关猜 MV 有脑筋动得比较快的子怡队抢下一胜了。神曲接歌王，螃蟹主题曲也能这样接。出来一个杨桃，如果你说你小杨桃，这个还 OK。但是汉典的代表作，是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夏天到了大家都会吃螃蟹嘛。螃蟹，介绍我们观众朋友一道最好吃的螃蟹在哪里？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在后里。后里。后里有一首歌，谢尔利亚叫《后里蟹》。后里螃蟹吃的螃蟹就在台中。名字就叫 Holy Shit， Holy Shit， 跟我一起念 Holy Shit，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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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t。 我们抓起来了，我们才第一次。第二关，看见什么唱什么，唱出歌词有题目的歌曲。好来，看到什么唱什么。好吧，考大家的联想力。等一下，他出来会有一个东西，那你就有联想了。OK。但如果你瞎掰，扣一分；瞎掰成功，巧言妙语，巧题妙答，我们会再加你一分。什么样才叫？什么样加一分？对，什么样才成功？比如说看到杨桃，出来一个杨桃。如果你说你小杨桃，这个还 OK。这个像上次那个鸟的也可以啊，有个鸟，然后鸟鸟鸟 ，bird半波半波 bird。B I R D， 对，这样也可以，这样也算对。哎呦，你熬得过就算你对。那如果有一个台北高中的书包出来的话，怎么办？台北高中，台北高中，那就那个喽。从小东路走九遍，那个也是吗？有，离开伤心的台北。哦，这个还不错，这个还不错。但是汉典的代表作，是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夏天大家都会吃螃蟹嘛。螃蟹，他介绍我们观众朋友一道最好吃的螃蟹在哪里？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全台湾最好吃的螃蟹，很厉害啊！哇，那个真的是哦，到现在我只要假日了，买不到，全部爆满，买不到，爆满了。对，先半年预购。在中部，我跟你们在台中，中部，在后里。后里有一首歌，万里后里，万里是北部，万里是北部的台中，后里是台中，那个谢尔尼亚叫 Holy 谢，后里是凶。
好好，大家不要太亢奋，好吧？太亢奋，亢奋，不错，一定要先举手才能作答哦。举手就可以了吗？举手，对对对，我会看，我会看，好，请输送出东西。你那么白话，怎么那么长？相当白话，相当白。黄婷，你看到什么唱什么，来，真甜。鱼儿鱼儿水中游，好，扣一分，水准太低。太弱太弱，抽慧文。捉一条快乐美人鱼，又像幸福的大海里。不要心虚，你继续唱，你不要心虚，你继续唱一下。那个徐若瑄的美人鱼啊，我们听不太出。如果唱歌唱到要讲歌名，如果说唱的不好听要扣分吗？不用不用，要不然你们早就零分了。好可爱哦，叫什么？做一条什么？做一条快乐美人鱼。美人鱼，啊，叫什么？美人鱼，美人鱼，美人鱼。好，得分，可以了，可以。离开你，我是一只鱼。小七，错了，任贤齐，任贤齐，答对，这个唱错歌词的，来，永维。转身离开，你有话说不出来。海鸟跟鱼相爱，海鸟和鱼相爱。哦，我要唱，唱和鱼，这边好。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张雨生，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对对，小宝他也喜欢吃螃蟹。小宝，对对对，他也喜欢。小宝自己有养螃蟹，他自己还养很多螃蟹。真的，因为这个是。有小宝，他最喜欢养螃蟹，他养的螃蟹叫宝蟹，宝蟹。什么都有蟹，几只要好多蟹，抱歉抱歉，好好好，还有这边，哎来，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金鱼游来游去，自由，哎还真的是哇，这个太好了，来轮到这边，鱼，来，三二，哎，来一下鱼，还有什么鱼？玩的都很浅呢，我要唱干嘛？哪里？你很可能是深不可测。鳕鱼相思，这样也可以。鳕鱼相思，三二，用一生去爱。有鱼哦，鱼生用鱼生去爱，而且还是生鱼片的，而且生鱼片用鱼生的，生的鱼哦，没事，沙西米，用沙西米去爱。好，算对。后面有没有？来，雷米，水手怕水哦 ，Come on, baby， 美人鱼怎么找 baby？ 周杰伦，好，这首厉害，大家都听过。来，鱼不停落下来，好多条鱼掉下来，好多鱼。不停落下来啊！这个不行，这个不对，轮到你们，我来，你要严格执行。鱼嘛，对不对？三，还有吗？二，大鱼一直下，跟那个一样，不鱼哎，也不行啊。就像十只斗鱼一样，等出现。斗鱼，答对，来，那这个三，还有什么鱼？二，鱼一。没有，还三，好难哦。鱼二没了，最后都没了。一鱼不出来了，没有了。三没了，二啊，好有了。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那里面有鱼吗？那不是美人鱼，那是小美人鱼。里面有鱼啊，那个 under the sea。这一首我反而觉得是还可以，它里面没对呀，那是美人鱼。里面有鱼。棒棒棒棒啦，棒棒棒棒棒啦 ，Yeah，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那一首嘛，对不对？恭喜真田获得一分，三二一，还有吗？好。我们没有了，没有了，5-4，恭喜获得一分。准备好了，
一分而已、啊。所以你看哦，你要心里面要准备好很多事情，你要歌单先放好 ，stand by。你看，可是突然间来，真的好难。我玩这个史上还没有玩输过。还有鱼吗？还有鱼吗？那现在还有鱼吗？鱼还太多啦、啊。那你史上没输过，来一首嘛。我何必在这里这个显露说我们唱是不好？阿弟可以开个头，我们谦虚一下，我们要接下去嘛。OK， 那后面给你唱。那我唱一首《杯底唔通起金皮》，你唔拉啊不不不，来三句别出杯，就那道具。你不要写这种，你别画给画鱼太多了，那个好不好？咱们一起抓鱼。哦，这是抓泥鳅。会游泳就好嘛！哎，这么老的歌你们都听过？对啊，是是。好好，下一道题目啊，请出题。好，来来，好，酒太多，酒太多了。美酒加咖啡。哦，谢雷来。后面有是黑金吗？留得青山在，不怕谢雷来。轮到这边，摇晃的红酒杯。哎呀，答对。轮到这边，很快哦，我很快把它逼到死。爱情酿的酒，答对。小酒窝长睫毛，你真的酒窝，酒窝，小酒窝，酒窝，慢慢越来越牵强喽。什么 MV 闹鬼，宪哥意外中枪啦！哇，窒息小心啊！喜欢紧紧的你皱眉，叫我很小鬼，小鬼，表情小鬼，我太棒了！爱的窗外越来越远，下着大雨那一天，这是 MV 闹鬼，你知道吗？大头哪里闹？这是因为鬼都会窗外。好了，您讲的我都还能接受，但我不能接受，我这一片好像听到大头鬼了。这样讲你也，你这小头锐面，你还。会游泳就好嘛！哎，这么老的歌你们都听过？对啊，是是。好好，下一道题目啊，请出题。好，来来，好，酒太多，酒太多了。美酒加咖啡。哦，谢雷来。后面有是黑金吗？留得青山在，不怕谢雷来。轮到这边。摇晃的红酒杯，哎呀，答对，轮到这边很快哦，我很快把它逼到死。爱情酿的酒，答对。小酒窝长睫毛，酒窝，酒窝，酒窝，小酒窝，可以了，慢慢越来越牵强喽，来来来来。山明海色，蓝蓝蓝，无处躲，我们追，我们追不。答对，对，雪后的青山。苦酒啊，苦酒，雄雄咖喱，林强跟陈明章老师。是的，哎，我口酒啊，有酒看唱不完，酒唱不完，酒看到汤未薄，酒，哎，思思你出现了耶，哎，思思有贡献了耶，哇，有话了，哇，好，好，听，你们就没有办法想那种一口气可以唱酒跟酒杯吗？不不，可以唱出比如说二十首，那你们就赢定了，我随便示范一下 ，One two three four， 我要学李白，至少能学学史来崇拜，逗逗女孩。好，这首没有酒，那个意思到我说有没有唱？他唱了，我知道前面喝了几大碗米酒在里面。对，好险，好险！哎，子怡，我跟你讲啊，这个古来征战几人回。唯有赢者留其名，打仗打死一票人啊，谁记得你？但是呢，喝了酒之后能写诗，李白诗中画诗仙嘛，杜甫诗圣是吧？杜甫是哪一位？杜甫是也是唐朝的那一位。对，杜岩呢？杜岩是比比，比比是杜岩。对，都清楚，那我就问，那杜比呢？
肚皮是环绕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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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那肚腩呢？肚腩就心里面不开心，导致膀胱肿大。神经病！哎，好，这一关只是下去了，还没，好看，换你们。对的，好，来，这边有，是，来，打开一瓶红色的酒。唱过了，没有，那是上一题，上一题是金鱼，哦，这里是酒啊，好好用哦，打开一瓶红色的酒也是酒啊，哎，这个跟白色的鞋一样，百搭，百搭，跟蒜头一样，对，邓丽君的歌，好，何日君再来？不敞开，你们现在还要开始找？好景不常在，他们唱完前面，你们要确定哎，来，到底有没有确定再说吧？我就知道这个口白有唱吗？来，喝完的杯再说吧。一杯酒，两杯饮，三不过是嘛来到底。来插队，三、二、一，时间到。好，永维有答案，恭喜！还有，酒来不及了，来再补一枪，再补一枪，来再补一枪。一杯烧酒，饮甲香香香。真的是庙会女神，这是厉害了。你们时间比较厉害，你请假是庙会乖呢。我相当清楚，这首歌一定是你唱片里面的，对不对？没有啦，方顺吉的烟酒啦。哦，哎呦，方顺吉用出来，他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哦。我以为他唱英文歌曲嘞，哪呀？我听不懂。宪哥带来我的新歌《My Angel》，My Angel， 还演死哎！对呀，怎么会唱西洋歌曲？对呀，好高级啦，买烟酒啦，恭喜人夫队获胜。来，就是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了，难喽。好，最后一题哦，来，请看看哦。哇，志新搞成这样，白鬼。哎，志兴，哎呀，真是讨厌了。贵，这一次领口太高。对啊，而且头发有什么歌？他是女生还是异响？好，来，请选择。他不是异响吗？来，有什么答案？他是女生。鬼迷的心窍也好，鬼迷的心窍也好，答对。三、二、一，继续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然后呢？每天说爱我一百遍，你只和我连线。我要从头唱，我想一下歌词在哪里。我刚刚有想到。来哦，三。你和谁去逛街，还换了新球鞋？明明鬼鬼祟祟，鬼鬼祟祟，是魔鬼中的天使色。魔鬼中的天使色，看他甜美的脸，我都忘了答案是什么。真的，这题是题目是什么？鬼。啊，对，加六分，加六分，很好，加六分，三。我的宝贝宝贝，给我一点甜甜，让我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哎呦，他们出奇招，这个厉害了。所以喜欢轻轻的你皱眉，叫我很小鬼，你的表情小鬼，我太棒了。两位答对就好，答对就好。我们再咬。你发如雪纷飞了离别，因为长发可以吗？啊？因为长发。哦，没有鬼啊！他这一头黑发，你发如雪啊！这哪里发如雪？那还是真的，这个有点，这个有点牵强。再跟妹子三啊，我这样二，头发乱了，他现在是不是头发乱了？对。头发甩，我走开。有了，愿你心事小小的爱，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头发甩，厉害，三比三，四比四了。再来，三二一。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这躲在角落是鬼是不是？鬼啊，鬼哦，躲在角落。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而且。MV 是听说传闻一播这个歌会有鬼来的哦，对 MV 里面哦，对，说我们在 KTV 都用这个在骗，对，那鬼来了，哎呦，鬼来了，色鬼来了，都会唱，都会唱，对吧？好，
轮到你上。闹鬼的 MV 也可以吗？可以可以。鬼。爱的窗外越来越远，下次大雨那一天。我的歌，这是 MV 闹鬼，你知道吗？大头鬼哪里闹？这是因为鬼都会离窗外。自己讲到心虚。等一下 ，Hello，Hello， 你们讲的我都还能接受，但我不能接受，我这一片好像听到大头鬼了。大头鬼这样讲，你也被小头锐面，你还是哎，大头鬼不算鬼啊，不算不算，来三二一。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那个窗户会自己打开，这个 MV 里面窗户会打开，窗户会自己打开。好，现在一定要真正唱到鬼的，因为制作单一直找不到资料，还要补资料。原来这边有鬼，有鬼的，对不对？二陶喆的歌，鬼鬼鬼，他们做你是这首歌就叫鬼，正统正统正统。三二一，鬼鬼鬼鬼又来了，鬼鬼鬼鬼鬼鬼，一起来打鬼，一起来相对，一起来鬼，快点鬼，快点鬼。好，干嘛？人夫哥，我都不知道你是创作歌手。对对，哎，好厉害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会写歌。对啊，对啊，这个即兴创作蛮好听的。好，这一道题目平手。那么现在要宣布我们的这个获胜的队伍了。是，获胜的就是我们白日梦冒险王。